但是有专门做的，你围着他们，你等屋头去替他们耍下去，然后又死一个。这都有玩两个地瓜吗？在哪个地瓜？歪歪的。哎呀，你看到我地瓜，你也想跟歪歪的地瓜来走嘛了？我骑都还没骑。走。你那排哥哥来我这招呼哈。关到起嘛，给溜的关到，关一条，快来。你看嘛这。还行他妈摸。哎呀，关到一条，你两个不行，他咋咋去？快来，来。他都是不让你关，看我们牛牛好聪明。他关他的，他又死一条。莫跟他关了嘛，听到了我都说。关一条，关一条，不是两条都那个，走，走，你个人那个先，你个人大些，你个人啊，你小些，你烦得很，走，你个人去。跟你关到起，你有七年，你爬来嘛，姐。好，我得慢慢去，好。几点钟了？哇，要到六点了。我送你离开千里之外。问他。排骨很多钱。他回去都去接了排骨。跟那几个娃儿买东西去。要不吃点栗子去，外公他也喜欢吃。要不然哈，吃点栗子。买个西瓜嘛。还买个西瓜呀？买点西瓜挺大的。对的。哪个罐？哪个？那个是吗？就买那个。我们家不会犯啥的。没得犯啥的。现在五十几的去哈。对。这里一块、两块。一块。转一圈是。哎，走嘞。那我还提吗？哎，你莫说提起来有那么重嘞，我走嘛，我提的是走。哎。来，你吃西瓜了。那个西瓜他们那个大。哇塞！几天没看到他们了，哎呀！几天不见，甚是想念。耶！带不带耶？还在包包面了，那个艳艳。耶！你们还在现在包馒头呀？还有点。哎呀 ，hello。那我今天晚上运气好。来楼下。来吃嘛。你是遇到了我叔叔。可以噻。啊。可以噻。放在包包面了。在煮了，在煮了。西瓜拿去冰淇淋。啊不是，像奥特曼那种。奥特曼。就是奥特曼刚好那个。奥特曼。在他路边还可以炒菜吃。炒菜噻，做勺子哈。哇塞！煮起了吧？煮起了吧？哎。那我们来的是四号来。好安逸啊！来到四号这儿了。今天来的有点巧。来巧。来。好久都没吃泡面了。来一个巧嘛，来一个吃噻。我吃筷子，起来一个准备一个。你们弄那个打的起来了？哎，那个好大，我喜欢你外公买的。可以。那天我来包。慢点点哈，没来的呢。我在吃。我包，我在这儿都吃，你是在这儿都吃的，要多少钱？五块钱。对了，那个旺财东西做了都好吃。哎呀，旺财，我不喜欢吃。我这个最好要的。爷爷，你在那块端。他外面几个人？他都是。他这些就分掉。啊。光吃的还是个？还有那个叫什么？哇塞，那个还叫哪那个辣的？还叫是啥才叫？给我们下饭的那个还叫。他外面不会管。没得我来好吃。他妻子们还叫那个。没得我做那个。味道是好。好吃了。有。我挑挑了三四千的挑的。就是他光那一天还有那些精力，他去挑水来吃。哎呀，好多，不得他。那得叫上串儿，好不容易嘛哈，好不容易嘛。放一片的花姐不忙。这个去放。我打上猪油。有空就看，不行。多少个家爷爷都吃多的。我说今天晚上好大劲，今天嘛，哪里大劲？生意爆了！我不来的话，你们那个就是明天去一顿还得。哦，你们来，可能你们第一排就走了，看到没？那块好，好大，关键还包的大坨。杀到头去嘛！你该是那盆还多些哦，你还把插动。哇塞，看这个风。那是肯定噻。我没留啊。好多光给堵了。
来哟来哟，二弟过来我。我先走，我先走。我二弟过来了。二弟过来，喊爷爷，喊爷爷过来。喊爷爷来吃。爷爷吃啥？过来喊爷爷，喊爷爷吃了。那二弟过来好吃些。来呀来呀，是小爷不是吃饭。我怎么今天没吃是吗？同学们吃。头发多少钱在这儿？洗掉。说我研究一下。我过来，都要演的，真的啊，真的。你还好好的啊！你还是走天下来，要不就是去耍哈儿。走嘛，今晚就走。走嘛，我们俩去耍一下。你这个人真的是笑人，那些那两只猫。哦，晓得什么意思？还没动气啊，看到没？没动气啊，要不然要上午的了，晓不晓得？哪里？就说你放盐放少了。我小熊，你要小熊不了这点，你晚上不上自习，还没远嘛？我不要了。起嘛。妈过要去写哪个要妈过噻？给我提我。管那女的。来，几个面？干的东西啊。今天晚上已经炒凉了。是啊，干的东西啊。两块。女的，要我嘞？干的嘞？我给你，我不要。